我现在在南法的一个城市叫土伦，在蛮南边的。然后后面这里是港口，我来找我的高中同学，还在这儿看花的。然后我们刚刚去哪里啊？家乐福。我们刚刚家乐福大采购，买了超多零食的。然后我今天，他今天帮我化妆，所以必须要来记录。刚刚从我面前走过去，那个外国人他以为我在拍照，然后他对着我毕业，他殊不知我在自拍。我们现在要回去吃晚餐吗？点心。哎，这里的人好可爱哦，就是他看我这样拿着，然后刚才经过一个阿伯吧，大叔，他也对着我比挥手，哎，我的额头。然后我跟你看我。来这里我都穿他的衣服，这是他的外套，我妈的外套，他妈的外套，然后还有他的那个洋装吧，我居然穿得下，真的是很神奇。你看我们在巷子里，我们要回家咯。这个妆真的是蛮满意的，这个起来在你那。好，我等下再走。辛苦的文宇，那拿那么多，然后我只拿了一个麦片。我们好像快到了、欸，快到了，拜拜。我们今天要去爬山，爬山。然后今天一样又是穿他的衣服，我的衣服，短袖、长袖、外套，全部都是他的。发型也是我，这个刘海也是他家的，超 Q 的。嘿嘿，造型师，出门 ，Go。前进。我刚刚从那个底下爬上来，然后看等一下搭那个红色的缆车上山，然后看这里看得到海，超美的，而且今天天空也很美，太阳好大哦。看到这个，然后现在上来，看那个海景，超美的。嗨嗨，我们刚才搭那个红色的缆车上来了，然后这里可以看到昨天的海。那缆车蛮高的，蛮跳的。然后我们要继续爬山，等一下再走下去。运动的行程，天气超好的，来回见。跟着这个黄色的一层，然后代表这个黄色塔塔就是你不要走那里，就不要走这里。
要往北走。我们现在要吃，给大家看传说中的法国面包，这是一半，已经被我们吃一半。然后我们把它搓一块一块的，然后现在要来吃，有点像是吃法国人的 cheese 哦，乳酪，哦，乳酪是 cheese 啊，嗯，然后呢，就是你把它剥一半，然后先底下会有一层抹一层的奶油，然后第一个我们吃的是绵羊乳酪，试吃，哎呦，看看好薄。没什么味道，哎，有，如何？淡淡的，淡淡咸咸的，淡淡香香的，嗯，蛮好吃的，而且又有那个奶油的香气，嗯，好吃哎。